说到网球鞋，便不得不提阿迪达最热卖的此款商品，其上市至今已创下5000万双的惊人销售记录。而一直以来维持的经典球鞋造型，搭配柔软的皮革材质与鞋身两侧独特的透气孔，更让闷热与紧绷感降至最低，优异的舒适度不难想象其为何如此人气。除此之外，整体利落简约的设计风格也使它成为了潮流的一部分，不论何种风格的穿搭都能轻松衬托，让网球鞋不再局限于球场。然而毕竟是依照50年前的网球运动需求复刻设计，相较于现今配备有气垫等多重附加机能的其他鞋款，使用者或许会稍感此款鞋底的回弹力不足，但作为日常造型鞋已绰绰有余。采用 Adidas 独家研发的 Bounce 技术，制作出此鞋款延展性良好且避震效果极佳的中底，穿着当下无论是急停还是瞬间变向，收放自如的弹性都能提供出色反应力及保护。搭配 Adiwear 科技大底，在耐用度与指滑效果方面又再度提升，而鞋体内部更以弹性绷带从两侧固定，并略为拉高鞋筒以加强附着，因此即便无鞋带也不需烦恼支撑力不足的状况。然而对于不习惯袜套型鞋款的球手来说，或许需要点时间适应其较贴合的包覆感。由于亚洲人的脚板较宽且脚背弧度偏高，基本上难以在一般欧美鞋履品牌中找到合脚的版型，而由知名运动用品品牌 Mizuno 美津浓推出的此鞋款，其特别之处正是在于其宽楦及厚实鞋垫，不仅能给予脚趾活动的空间，有效缩短了适应新鞋所需的磨脚期间，缓冲力十足的鞋垫更让脚掌施力平均，而能达到释放腿部压力的效果。加上轻量化的 EVA 中底，让脚步更加利落，甚至在起跳落地后也能辅助稳定身体重心，在激烈的网球比赛时能发挥加成作用。不过由于其鞋纹较浅，对于习惯在场上来回跑动或积极上网的网球玩家来说，稍嫌不理想的耐磨度或许会需要提高汰换的频率。论及皮革制网球鞋，许多人会立即想到经典品牌 K-Swiss， 而 Aeronit 可说是其突破过往风格的大作。首先，双层的袜套设计带来了稳固而优异的包覆性，而鞋底采用的特殊科技结构 Surge 则能适当的分散脚底压力，并提供向上的支撑力，让双脚随时保持在能瞬间起跑的状态。最后更以透气的专利鞋垫帮助提升穿着时的干爽舒适度。虽说去除鞋带的设计能让移动更加利落无累赘，但在仅依赖鞋内的指滑材质帮助附着，无法调整鞋面松紧及贴合度的情况下，也难免让人担心是否在激烈跑动时会有脱落或移位的可能。相较于市面上常见网球鞋多以布面材质制作确保柔软透气， Nike 这款为应对硬的球场而刻意采用了合成皮革，使其拥有超越一般的韧性与使用寿命。至于结合了泡棉中底与五种鞋纹的鞋底，更提升了减震抓地力及整体的舒适感，同时让选手能轻松运用基本步伐，不论是截击还是碎步都能随心所欲。而柔制了老爹鞋复古元素的外形，使这款网球鞋即便用于日常外出，也能再展现出个人风格。再加上其平易近人的价格及实用功能性，正适合初入网球世界的新手们选为入门款。致力于开发机能型鞋款的 ASICS 亚瑟士始终是许多网球好手的指定品牌，而其下此鞋型更是以极其优异的结构设计而闻名。其多方向刻痕的大底纹路能降低滑步时的摩擦力，让选手能更快速地移动脚步。此外， DynaWall 结构更兼具吸震性及支撑力，为足部提供弹性并降低了运动伤害的风险。
除此之外，结合了品牌独创技术的气垫，更能为瞬间起跑提供足够的爆发力。对物喜欢防守底线、以静制动的选手，这双鞋是帮助各位掌握节奏，取得胜利。网球对战时，运动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不停折返及变换步伐，而此鞋款采用 Flight Foam 中底，能在使用者脚步着地时强力向上回弹，以减少脚掌与地面接触的时间。其强劲的推动力可说让选手的步伐更利落而灵活。值得一提的还有重点包覆并给予支撑的 Guard 的结构，能有效降低足部扭伤的风险，不仅踏地更稳定，更让人能在场上轻松展现回击技巧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能强势夺得先机。如果是与球王乔科维奇一样球风犀利的读者，这双鞋想必能满足所有需求。Nike Court Zoom Vapor Cage 4 Raven 是专门针对激烈的网球赛事而打造，根据大量分析资料，将拥有极佳弹性与耐用度的材质分配在关键处，并且将外底的橡胶材质往上延伸包覆，并且确保在频繁跑动的状况下也能维持寿命。鞋带与鞋衬的设计也大幅增加穿着舒适度与服帖度。此外，前足下方还特别增加 Zoom Air 气垫结构，移动时更加轻松省力。凭借其强大的整体性能与耐用度，让许多专业级球员爱不释手，尤其这款商品也是顶尖世界级网球选手 Rafael Nadal 目前现役的网球鞋。鞋跟上的 Rafa 字样就是取自名字前缀，对爱好网球的使用者来说相信有极大吸引力。身为一款网球鞋， Nike Court Vaporlite 的设计灵感竟然来自赛车，以安全带为概念的四点式支撑束带能牢牢包覆足部，降低因为激烈活动而受伤的几率，鞋面的耐久透气网布也能减少球鞋内部闷热的状况，长时间穿着也凉爽舒适。为了能让球员在硬的上跑动时更加没有负担，于足弓处以及足部外侧分别设置不同硬度的泡棉，脚底可感受到柔和的反，在进行侧向移动时则透过较硬材质获得更加安定的感受，在瞬息万变的球场上能够完美应付任何状况。再加上相对亲民的价格，不管是入门或进阶的使用者，相信都能拥有绝佳的体验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